嗨，我是老花衣。个人呢比较随缘的一个人啊，现在呢是在国内在做的，全平台呢差不多有140万的粉丝了，做电商也是7年了。我们中国的一个快递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啊，可能也有海外的侨胞。如果说大家也要想从事的一个行业，或者说您手上也有比较不错的园艺之类的货源哈，你比方说肥料啊、土啊，包括一些优秀的花卉品种，想要通过一些个渠道来销售到中国的话，那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啊，是一个蓝海市场，想销售过来的话可以联系老花衣啊。当然了，我们这边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生产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生产大省，有很不错的生产基地和生产规模，可以帮您去代生产代养，以及呢咱们共同的去生产和销售，多种的一个合作模式。希望您的一个致电哈，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咱们下方的一个邮箱。好了，随时欢迎大家的一个积极来电，希望各位海外的朋友以及海外的侨胞华人多多的支持和关注。我是老花衣，养花最专一，拜拜。